今天我们去参加一个迭哥朋友的 Hi everyone， 大家好，一家企业的一个晚宴。现在已经有点暗了啊，我们在去玩的路上，晚上觉都睡不好。我觉得我们最近有点走运。最近在走运啊？对啊，因为都陆续收到很多好消息。嗯，对啊。没错，消息好得不得了，感觉今年还是不错的啊。我本来以为今年应该2022，感觉和2020有点像嘛，感觉不是太好的预兆。没想到今年我们都有不好的，都有比较好的吉兆啊，吉兆，回光返照吗？希望不是回光返照啊。哎呀，老天保佑，明天到庙里面去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拜一拜。明天去庙里面拜一下，去庙一庙，去庙一庙。前几天还说我普通话不好呢。今天比较兴奋，因为说了一整天话了，吹了一整天牛啊，所以舌头不太灵活。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也非常足啊，今天吃一顿免费饭，新加坡人请客啊，不知道请多少人，反正应该档次不会太差，这家公司也在这里是比较大的。对。然后呢，下一站我们到这里的国际区啊，非常危险的酒吧街，不是说它有会被抢，我不觉得危险。它危险是指疫情方面嘛，因为这里所有的游客呢，他如果用那个猫头鹰的软件的话，就是那个 TripAdvisor， 就那个猫头鹰，那么那个西方人用的话呢，就会到那边去比较多。金边最好的一个酒吧街。啊，一整条啊，它非常的国际化，大家晚上可以看得到。啊，迭哥和凯特在那里有好多的朋友啊，虽然很多朋友并没有太聪明，但是很勇敢，很勇敢，都会过去。那今天就大家去看一下柬埔寨金边的一天。他的名字叫他台湾人。好的。名字叫台湾人啊，台湾的朋友。等会我就可以就是切换台湾模式，就是。其实我也可以这样讲话啦，对呀、啊，其实有很多人呢、啊，都以为我是台湾人，哈哈，到了，是 ，Alex， 就是，这酒店在柬埔寨是很老牌的 ，Hotel Cambodian， 给大家看看，就是很多人出席宴会啊，都会盛装打扮，是的，然后他还要。拐上去就很有柬埔寨特色的一个酒店吧。是的，对，你看门口还停了好多辆劳斯莱斯啊，豪车呀，这都在柬埔寨都算很普遍。还有宝马七系。哎呦喂，我们出了，我们到了，等会再拍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带了。这个，那这个也是在这边吧？在二楼。All right,没有，拿一张。
好，谢谢你。好帅啊！没有，哪里帅？上次见到你穿得很随便，今天哇，没有，那今天拿鸡尾酒，好，然后帮我们拍个照就可以进去了。好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没了。就是蛋白质，确实。就算挺好的吧，晚夜挺热闹，的确碰到好多朋友啊。是，但今天估计运动量加大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要去一个这里的国际性的、比较国际度高的一个酒吧街，叫巴萨克林，到那边去看看。到那边去看。好的，我们到酒吧街，再给大家拍一下。大概就是在节目在这边现在。在奥密克戎爆发的情况下，然后现在酒吧街是个什么样状况，等会儿见。酒吧它以前的变化也很大，以前这里是游泳池，这边现在没有游泳池。那以前的，但是它有一个表演的一个舞台。对，它不是表演，它就是一个喝酒的地方。它比如说你要开 party 在上面，然后呢，这上面有一个二楼，之前没有二楼。
在那里了。哦，路易，捡个傻逼，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捡个傻逼，我操！太久没见，娘念了，娘念了，我操！我去缅甸。现在是一个明星，这个是明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有很多钱。我信你个鬼！这个人有300个摩托车。我信你个鬼！300个摩托车。我介绍一下，就是路易，来个帅，甭算。啊，赵鑫，我来就是海燕儿啊，海燕儿啊，今天也在呀。两个 ，Yeah，That's perfect. So, his name Diego. Diego. 这我说，这我跟他说我来这儿，我就跟他说你叫 Abraham。He know me. Yeah, I know. 再说你叫你直接来，你叫 Abraham。OK. He's lost right now.He's gay for me. Because now it's a trial. 喝茶儿，还是这个？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Hey, brother, can I get one more? Don't stop me now. Yeah. Two more. You want one to go? I can drink. I call. Okay. Drink some water. Drink some water. No. 来，我看一下，里面的价格是很便宜的。还记得收的？收的。Cambodia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酒比吴哥要更纯一些，但是吴哥的酒感觉像放了香精一样。柬埔寨啤酒。